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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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长老求法，大家合掌行三问讯礼。一问讯，一问讯，阿弥陀佛。就坐。好，慧雄大和尚要不要致辞啊？哎，我在等你，你在等我啊。啊，好啊。那么我们再一次啊，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有生命的地方，一定有死亡。佛陀的正法，教我们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教导我们如何摆脱残酷的现实生存问题。简单讲，佛法就是解决生死的大问题。学生之道易，学死之道难，也就是学习如何生存，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学习如何面对死亡，这就是一门大学问。尊敬的慧雄大和尚，尊敬的法照大和尚，尊敬的传语大法师，各位尊敬来自各地的诸山长老，各位比丘、比丘尼，以及所有的啊，包括新加坡，包括海内外，今天齐聚一堂的义工，或者是居士，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啊，又来新加坡见面了。那来新加坡，这算是第四次的大型演讲。这慧雄法师大慈大悲，为了整个新加坡的佛教以及世界的和平，办的祈福弘法的大法会，也碰到了天竺山毗卢寺80周年的庆典，特别邀请我来跟大家接一个法言。我以最谦卑的心，最谨慎的态度，接下了这个深责重任。说一句谦卑的话，是来向新加坡的诸山长老慧雄大和尚多多学习，也感谢慧雄大和尚的认同啊跟推崇，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来跟新加坡的僧俗恶众以及海内外的僧俗恶众接一个法言，在此无比的感恩，
接下这份荣幸的责任。新加坡在李光耀总理带领之下有今日的繁荣，新加坡的人守法干净，种族互相的包容，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全世界都知道。新加坡国土虽小，但是呢，五脏俱全呢，就像钻石一样的宝贵。新加坡啊，官方语言都是英文，公文来往也是英文，华人占60%-70%。那么这个演讲啊，我要很冷静的，在一个以英文啊为国家的语言，要很冷静的怎么来说法，因为佛法太深了，太难了，超越一切语言文字，表象没有任何的观念概念，观念概念都是生命意识心，这个就很麻烦，不好讲。那么受慧雄法师再一次的邀请，已经从2005到今天2015，整整10年。哎，这10年呢，时空转移啊，变化莫测。我们现在都是网络的世界，家庭啊，打开网络就是道场，所以举办这个大型弘法特别的不容易，特别的辛苦。我们跟慧雄大和尚多多的鼓励一下，感谢你老人家慈悲啊。那么今天来新加坡，我们要赞叹佛，要赞叹法，也要赞叹僧，同时以此啊随喜功德赞叹之心，也赞叹新加坡的护法居士大哲以及所有的义工，你们辛苦了。佛教是整体性的，没有个人主义，也没有英雄主义，不是谁行谁不行，是整个佛教传承的佛陀这一盏明灯能不能传下去，这个是重点。所以所有的佛弟子身属二众，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种行为，会不会伤害到佛教？如果会，打死不能说，打死不能去做，这是作为佛弟子的基本盘。3天的时间呢，很短，太短了。慧雄法师也跟我讲，本来是要讲到九点半。那么9点半现在已经啊7:50了，就再转2圈我就下台了。机票很贵的，机票很贵的啊。那么因为佛法很深很难，超越一切语言文字概念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描述大悟见性佛的境界。所以在这3天里面，我们也只能说蜻蜓点水，重点式的提醒。你想想看啦，我到中原大学讲了10天啊，整天呢，10天呢，讲了唯识简介啊，十天
才把唯识学这一门学问呢、讲到一点点皮毛，十天呢、到师范大学去演讲，讲了一整学期，才把十四讲表简单的提醒一下。何况我们来这儿讲到九点半，就是一个小时再四十五分钟，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恳请大和尚再多给我十五分钟，九点四十五。讲完再下去跟你老人家磕头，哎，谢谢你的厚爱。好，那么这个佛法呀，无非呀是开智慧，哎，熄灭呀种种的痛苦，让你的心得大自在，得大解脱，这是学佛的目的。重点要具足摩诃般若。那么这个具足摩诃般若是见性后的一种妙用。真如的本心本不生，本来就不灭啊。那么在《大般若经》里面说，一切诸佛皆有二道，一如实道，二善巧方便道。如实道就是一切法皆空，如实见到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究竟处，一切法都不可得，空无自性，如实究竟空，第一义谛大空，这是站在体上来讲，叫做如实第一义谛大空，这个是不生不灭的清净本心。第二个叫做无量善巧方便道，无量善巧方便道就是建立在因缘果次第。次第，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发一顿一见，也就是说，对一些初学佛法的人，用见次第的建立，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实性、住、行、相、地等觉妙觉，建立次第。佛陀的弟子说：“世尊，为什么要建立次第？”世尊说：“啊，为令初学佛法的人不至于走错路，跟着如来的脚步，一步一脚印，是故建立次第。”那么说佛陀，那何以《楞严经》到最后又破除一切次第呢？因为十方三世一切佛，只有顿悟佛，没有见悟佛。顿悟就是绝对等如虚空，法无来去，生灭增减，当下即是。那么这个要大根器的人，所以真正的佛法无所谓的争执。须臾来到汉传东土中国，一个是中观，一个是唯识。唯识讲有，中观讲空，空就是有，有就是空，这是不二的道理，当下不二。要去入不二法门又很难，所以在这个新加坡的说法呀，要冷静。上根器的人想听深的，你讲太浅的，听到一半没有法味，认为这个慧力法师的这个 class 程度也不过如此，讲得太浅了，这讲得啊太深了，哎，第一次跨进这个 expo 完全听不懂啊，那个中间呢、又很难拿捏，那什么叫中呢？
那这个就是上中下的根气通通有。哎，有的是突然想掉，想到说这个慧律法师啊，听说长得很可爱，想来看看。哎，他也不是怎么懂佛法，好，进来了。那你看这个这么上万人的大型弘法，他就是非常困难，就困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期盼啊，老参中等根器的，或者是初学方法的，这三天呢，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走。那么我在台湾呢，一直思维这一次的弘法，要怎么样让众生解脱，也怎么样能够在法上有所受益。那么我认为应该从故事开始。我们这次的题目叫做法语缤纷呢，片片解脱，如来的正法如落下来的雨，甘露法语缤纷呢，五彩缤纷，适合八万四千种根器，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啊，无量的善巧方便都回归到如实不二之道，所以叫做法语缤纷片片解脱，就是因为三天的时间很短，只能讲重点。如果这三天当中你听到一个故事，一个典故，一句名言，觉得很受用，很受用，那么三天就值回票价。何况啊，还是 free 免费的了啊，免费的。有一个人呢、啊，事业失败很严重，来到文殊讲堂，快活不下去了。这个男众啊，还有点善根，碰到逆境会找法师。一般呢、啊，很多经不起逆境的人就去自杀了。残酷的现实社会，有时候几块钱就会逼死人。然后这个大居士来到大殿，男众啊要看那个男众啊红了眼眶啊，不容易。他看到师父非常的激动，我看他红了眼眶啊，他经过一番的描述，事业怎么啦，老婆也跑啦，现在当哪一个啦，又养了两个孩子啦，哇，快活不下去了。我跟他讲两句话，我跟他讲，一，挫折就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挫折是伟人的勋章，伟大人的勋章就是挫折。一个伟大的人没有经过重大的挫折，还能当伟人吗？所以挫折是伟人的勋章，没有痛苦的人生是不值得活下来的。这个心看你怎么运用。他说我快活不下去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转换一个念头，人生因为有挫折而有更丰富的经验，虽然你现在很痛苦，但是你要挺住，你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哎，我跟他简单讲几句话，找到了生命的依归。后来经过了三年，事业大有成就，回来文殊讲堂啊，感念上人呢、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啊，他找到了生命的依归，不知道佛法这么了不起，几句话就把我连根拔起想要自杀的念头消灭掉，感谢上人救了我，救了我两个孩子，两三句话就可以救一个家庭啊！
啊，所以祖师说呀，如来的正法是人生宇宙当中唯一的真实啊，这能救无量无边的众生。只是问题，现在的生活资讯时代爆炸，你要叫他跟他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一切相即名诸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打死不相信啊！眼睛看着就真的啊，耳朵听着就有声音啊！啊，这桌子就是硬邦邦的，这怎么会是如梦幻泡影呢？这里面就有深层的义理了。所以我说佛法不简单啊，它超越一切名相、语言、文字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题目是法语缤纷片片解脱，那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题目，叫做从精彩的故事开始，精彩的故事开始。那师父，你为什么要从精彩的故事开始啊？因为啊，精彩的故事啊，大家都喜欢。大家都喜欢，上根器的人喜欢听故事，中根器的人喜欢听故事，啊，下根器的人喜欢听故事。所以我觉得，从精彩的故事开始，来点燃我们这次的弘法大会。哎，哎，所以你要心里啊冷静。这里每一个公案你听了就能解脱。 Are you ready? 好，第一个叫做梁宽禅师啊，梁，善良的梁，善良的梁，宽，宽恕的宽。这个禅师大彻大悟，他住在山脚下，一辈子过的日子平淡平实平凡，清淡的不得了，心完全无所住。人家信徒供给他的钱，左手收到钱，右手就不时出去救度可怜的人，去印经典啊，做一点三宝事，右手做接到供养，你左手又不时出去，一辈子没住过什么好庙。哎，但是啊，在这附带说明一下哦，我们法师慈悲，建了无比庄严的道场，绝对不是为个人，绝对是为了让众生有个庄严修行的地方。所以各个角度都是佛法。这个梁宽禅师啊，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啊！他全都布施光了啊。那有一次啊，人家不太相信，说呀，这法师啊喜欢做表面的。哎，再伟大的圣人呢、啊，还是有人批评、诽谤。他说我不相信，我去试试看，看他是真的开悟啊、不开悟，是真的圣人，是凡夫。他说你怎么试啊？他说你看我的。有一天啊，这梁宽禅师啊，哎，从远处啊，要回到这个啊、茅棚，自己一个小禅堂茅棚，这半路啊就拦截下来，说禅师禅师，如何修行？他说身静语静。意境舍境，他说禅师，那什么叫做舍境呢？
就是身口意绝对清净，就像佛陀，然后所有的身心全部舍。他说你真的做得到？禅师说哦，我们互相勉励吧，谦虚是智慧的开始吧。他说好，我现在啊，我家经济也不好，你那么有大的布施心，好，那么你现在把你身上的衣服跟裤子脱下来布施给我。这个是故意的，这禅师好，你用到全部给你，他就全部脱下来，哦，就供养给你吧，你说你需要吗？哎，结果就光光的了。哎，后来他就在旁边呢，对不对？摘了树叶，大片的树叶，啊，就中央党部了，啊，中央党部就是我们去泡温泉了，中央都会挡一块布的，叫做中央党部了，哎，就挡了一块树叶的片比较大，类似荷花挡着，啊，因为要回城，啊，要回城。碰到有人走过来，他就去跳进水池。哎，碰到有人走过来，跳进水池。我讲这个故事是百年前的，可以的。乡下呀，今天你要来向我化缘，说慧律法师，哎，听说你怎么怎么有一点功夫，我怎么样怎么样子，大彻大悟怎么样？那我现在跟你化缘，这个衣服跟裤子。你现在脱下来，那就完了。今天啊，是21世纪啊，是不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回不了台湾的，到还没到机场就被拦截了，送到新加坡的精神病院呢。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个行不得的，讲不通的，是不是？哎，如果你要。等我回台湾打包寄给你，这个行得通啊，哎，行得通啊。那梁宽禅师啊，哎，后来啊就回到啊自己的茅棚。这茅棚啊，这有一天呢，因为啊坐着没什么衣服，好衣服就穿了一些百衲衣，破破烂烂的，这个信徒实在是不舍，这么让人尊敬的大和尚、大禅师，竟然穿这个百衲衣。哎，禅师常讲说：“哎，我心清凉啊，哎，无所谓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哎，不思好，不思知足，不思快乐，看到众生解脱需要，就表示我很富有啊。”众生向有化缘，就表示我比他更富有，他比我更需要啊！布施是快乐的事情啊！啊，后来就做了一套新的。那这个大禅师想说，哎，这个信徒那么有信心，那做了一套新的，那我今天把它穿起来，哎，衣服啊、裤子穿了一套新的，就在禅堂里面打坐。很不幸，那天。碰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啊翻箱倒柜找不到值钱的东西，值钱的东西。那禅师啊啊在禅堂打坐啊，还有一点神通啊，哎，听到这个有一点距离，可是听到声音，哎，后来就跟他讲说：“梁上君子，你不远千里而来，挺辛苦的啊。”新加坡啊，稍微解释一下，梁上君子就是小偷，小偷就是梁上君子啊。梁上君子很好听啊，哎，说仁者仁者，
仁慈的仁呢、啊，说仁者仁者，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很辛苦了啊！来，那么远来，总要拿一点东西回去呗。刚好今天这件衣服是新的，他就脱起来，来，给你。啊，这小偷突然碰到这个，怎么会用主动给我这个东西呀、啊？哎。这大禅师啊，大悟见性，一切皆舍。他说：“拿去，不用犹豫啊。”这个小偷，嗯，碰到这个还真难得，就拿走了。禅师就说呀：“因为他刚好观这个月亮，啊，我们密宗有月轮观，净土中也有观这个月亮，十六观经也有观这个琉璃地玄古月。”就关了。哎呀，这个月亮，这个禅师，小偷走了以后，这个禅师啊，观这个月亮，皎白的月亮，一轮圆月高挂天空。他说：“哎呀，这个小偷啊，很可怜，干这种行业，哎，今天的月亮特别的美，可是我拿不下来。要是这个月亮能够摘下来。”我立刻就送给你啊！可惜呀、啊，哎，可惜啊！好，这个故事啊，就开始来讲凡夫跟圣人是同样活在这个世间，他心完全不一样。凡夫是用的是妄心、执着的心。分别的心，强烈攻击的占有的心，所以会惹上杀身之祸。圣人不一样，圣人身净、语净、意净、舍净，一切皆净，犹如满月，犹如太阳。如日中天呢、啊？圣人的心，八个字：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一切无所住，无所求，也无所惧。凡夫不一样，凡夫财、色、名、食、睡。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女人，很少能够突破这五关的。但是修行，就能渐次第的慢慢的脱离。所以哲学家说，千万不要把你的财产藏在地球上，小偷一定有你的办法，偷的。拐的、诈的、骗的，一定会把你诈骗骗走。现在的诈骗集团啊，很风险啊，啊，很猖狂啊，猖獗啊。如果拐的、诈的、骗的没办法，水灾，台湾有水灾啊，菲律宾呢、啊，啊，一些。亚洲地区热带亚热带地区都有大水灾，水灾没办法，火灾没办法，土石流没办法，大地震。对，很好，我们新加坡都没有这些灾难。行，最后一个你绝对逃不掉，叫做无常一道，你一样双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间，抱着遗憾、一念贪婪之心、遗恨之心，因为责任还没完成，对不对？凡夫众生就是这样子，作卷赐福，重复的一直过这种无法解脱的日子，无法解脱。再讲一遍，哲学家说。千万不要把你的财产藏在地球上，
小偷一定有你的办法，无论拐的诈的骗的，一定会把你骗倒。如果这些没办法，水灾、火灾、大地震、土石流一来没了，如果这些没办法，无常一到，你什么都带不走。所以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什么是佛法？就是早日看透因缘所生的是生生灭灭，只是因缘生的假象啊，忽起忽灭，没有永恒的存在，只有我们清净自性是真实的东西。在座诸位啊，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无论闯哪里，总在棺材里。这个世间呢，这个世间呢，哎，看透了就是佛法。所以佛法很伟大的哟，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的哦。哎，第一个故事就是凡夫跟圣人同样活在这个地球上，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心境，一个是用真心，就是佛的心，一个是用妄心，什么都执着，什么都占有。所以有的人呢，你看两句话就可能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被砍死了，就是那只嘴巴不懂得收敛。逞英雄嘛，逞英雄啊。第二个故事叫做默仙禅师啊，沉默的默，仙人掌的仙啊，仙人不在一个山啊，山上的山。哎，默仙禅师很了不起，但是讲到这个故事啊，先讲他的在家徒弟呀。他一个男众徒弟啊，日子过得不好，是为什么呢？出了一个恶老婆，邪恶的恶，不是一二三四的恶，邪恶的恶。这个老婆呀非常糟糕，吝啬，铁公鸡，一毛不拔。这她的老公的爸爸的妈妈啊，就是公公婆婆的，来到家也不招呼，怕花钱。她的亲朋好友来了很冷漠，非常冷漠，怕花钱，一盘水果都没有，一杯开水也没有。她老公啊生气了，说老婆呀，你想想看，爸爸妈妈生我，今天你才有这样一个老公，对不对？啊，你怎么可以对爸爸妈妈这样子，对你自己的公公婆婆这样子，对我这些亲戚朋友这么吝啬，如此的不厚道。那个讲起来又吵架。她跟老公讲，我是一个好老婆啊，你想想看呢、啊、哎，这个来啊，亲戚朋友来，对我们家庭没什么贡献，还花了大把大把的钱，为什么要这样招呼啊？老公跟他讲，我呀收入也不薄，日子也过得去，我们算是中上的家庭，你就行行好吧。他跟老公讲，老公啊，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啊，对不对？不为自己想，也为这三个孩子想啊，我替你省钱，你反而来责备我。然后就躲到墙角下，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啊，
男人生气就大声，你能生气就掉眼泪，这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哦。哭了，这老公啊跟老婆每天吵架，这个老公啊就说，我们夫妻搞到快离婚，拜托你对我家人好一点，搞到后来众叛亲离，公公也不来，婆婆也不来，亲戚朋友通通不来，因为他是极端的吝啬，吝啬到不像话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远离，连他自己妈妈老婆的妈妈来啊，反而这个女婿对他妈妈好，这个女儿啊怕花钱也叫他妈妈赶快回去，这里没有你的房间。这老公跟他讲，这是你妈呀，没办法了，没办法沟通，沟通又吵架，在极端的困扰之下，那我就问师父好了，那就带着一份啊痛苦啊失意啊，哎，去坐在禅堂。那师父大彻大悟啊，那师父就问他，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满脑筋都是妄想啊。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你那个眼睛虽然闭起来，你那个眼珠一直在动啊，你心神不定啊，愤怒不已啊，是什么事啊？哎，这个老公啊很痛苦的啊，谁都不想把这个底牌先给人家听啊，就说，哎呀，上师父，师父上人了，你救救我啊。他说，你很健康啊。不不，救救我老婆哦。啊，他的老公就把这个老婆呀发生的事情描述一遍。这个禅师就说，行，行行就走呗，带我去你家啊。那就带这个禅师到他家了。这禅师啊，哎，到他家进去，那个老婆真的是一份尖酸刻薄相。哎，然后这禅师啊用一个很温和的很慈悲的啊心，然后用最和蔼可亲的态度说，太太，我能请教你几个问题吗？他说，行啊，怎么不可以请教？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的手啊这样伸出去收不回来，一辈子手都这样子摆收不回来，太太，这只手叫做什么呀？他说，啊，就是鸡形啊，鸡就是左边一个田，右边一个奇怪的奇。他说，这是畸形的手，哪有人手收不回来的？哎，好，这是畸形的手。好，他说，太太，我再请示你第二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是手握起来，然后收回来，一辈子都不放，这叫什么手啊？他说，这也是畸形啊，还是畸形的手啊，一辈子放出去收不来是畸形，一辈子手握这样子放不下来也是畸形啊。禅师就跟他讲，对，你好好的参参看，你一直使之某一种角度，一种一直分别因缘所生的假象，你的心就是畸形的心态。一个人
固执不通，百劝不听，矢直不放，就像这只手一样，伸出去不懂得收回来，收回来不懂得放出去。说太太，师父今天跟你开示几句，如果你参得透，你就是一个贤妻良母。哎，这个太太啊，被这个木仙禅师啊，哎，开始几句有深深的体悟，对吼，对吼。木仙禅师跟他讲，一个人的快乐不如一个家庭的快乐，一个家庭的快乐不如整个社会的快乐，整个社会的快乐不如整个国家的和谐安乐。好好的参参看。哎呀，这个太太很有善根哦，很有善根了。好，后来她就跟她老公讲，老公老公，你带我去禅堂。她老公吓一跳，哦，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去亲近什么大善之士的，突然老公要求要去见禅师，他跟他讲，香花烛水果帮我准备一下。老公很高兴，去啊，摆香水果一摆，拜佛，禅师从里面出来，跪下来跟禅师啊痛哭流涕。他说，禅师禅师，我体悟到了，我找到了什么叫做快乐。禅师，无私的心就是快乐，无我的心就是快乐。禅师讲，孺子可教也，从今天以后你快乐，找到了快乐的泉源啦。回去由这个太太做了贤妻良母。所以佛法真的不需要太多，你说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就能明白。所以啊，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呢，叫做七里禅师啊，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七，哎，离一公里、两公里那个里，七里禅师，这个七里禅师啊。是个武将，参加过战争，是习武的人，武功高强。因为他每一天呢，走路都能走非常的久，体力特别的好。后来这个禅师啊，自觉无常，我这样也不是办法，打打杀杀，杀场征战呢、徒有武功，烦恼不断呢、该怎么办？还是要找到人生的归依处，究竟依归之处啊！因此就弃武出家参禅。他对佛陀无比的敬仰，对以前的祖师无比的赞叹，自己有幸现出家相，也自己觉得很幸运。但是啊，很不幸来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啊，来的一个极恶的强盗，偷跟抢不一样，法律上偷的罪很小啊，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叫做偷、啊、抢是明目张胆、啊、他这个村庄啊，说谣传、啊、有一个强盗持拿着刀到处抢劫。禅师禅师，你要注意哦。可是没有人知道禅师以前的底子是什么。禅师笑一笑，有一天禅师在打坐，打坐完了诵经，在诵经，
这小偷啊，拿着一把刀进来，就抵住禅师的脖子，哎，要钱要命。禅师没有回答说我要钱还是要命啊。禅师跟他回答，不要吵，我正在诵经，钱放在抽屉那边，你自己去拿。哦，就拿了，哎，拿了。这个小偷啊，这不是小偷，是强盗，要走的时候啊，跟他讲，记得留一点给我缴税金，不要通通拿走，要缴税金啊，留一点，那就留一点了。哎，然后又正当走到门口，他说，哎，这么没有礼貌啊，给你东西还不懂得说一声谢谢。这个强盗啊，给他，给这个禅师啊，搞得啊，模棱两可，不知所措，怎么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禅师，快说谢谢啊，给你东西不说谢谢。然后他就跑到门口，就转身就说谢谢，就钱就拿走了。隔了几天，这个强盗被官兵抓到了，送到衙门了，就是现在的警察局啊。听说抢了十几个人的钱，哎，后来一问之下，也抢了七里禅师的钱。那衙门要问话，要做录口供啊，要做笔录啊，请禅师衙门跑一趟啊。禅师说，这是官方啊，这是法律啊，不去不行啊，不去啊犯法啊，那就去啦。他说衙门啊，负责人呢、啊，这长官呢、啊、就问了、啊，禅师，他有偷你东西吗？他说没有啊。他有抢你东西吗？他说没有啊。要不然他手中这些钱怎么来的？他说是我给他的，你给他的，对呀、啊。他离开的时候还向我说谢谢呢。这因为这禅师始终这样讲啊，这衙门不能判他罪。我说我给他的，给他可以啊，他没犯法啊。那衙门就说好了，抓起来是不是因为禅师这件事，他总共抢夺了十几个人的这个钱，关起来。可是七里禅师从头到尾都保护着他。回来啊，在路途上，禅师跟这南众居士啊，他的侍者非常的不满，说上人，不是我说你啊，我能讲几句话吗？上人就说说呗，你这样是惯坏强盗啊，他是强盗啊，你为什么放他走？他说来，耳朵借一下，就跟他讲，徒弟们，伟大的人绝不让众生自己结的罪恶，伟大的人也绝对不让众生觉得自己很渺小， understand？当然，当时候100多年前没英文了哈。Understand？ 哦，原来如此啊！啊，这个还没有到家呀。说上人，麻烦你坐好。半路就跟上师父顶礼，谢谢师父的教导，两句让我终身受用。伟大的人，绝不让对方觉得罪恶，伟大的人
也绝对不让对方觉得自己很渺小，因为众生都有佛性，今天他造业，来日会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啊。后来这个极恶的强盗杀人啊，放火的强盗关完了，服刑服完了，来到禅师面前，这禅师，我知道以前真的做错事了，没有考虑到被我伤害的人，我今天良心发现，也才知道我以前无名无知伤害众生的有多么的可怕。师父，我这辈子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无量无边的恶业，你救救我，我发心跟你出家。这个禅师，这禅师说好，但是你结的恶缘太重了，你出家以后我给你安排啊，先在官房里面拜大悲忏，拜88佛，能灭五逆十二重罪3年，你愿意接受师父的建议吗？他说愿意，我愿意。好，善根深厚啊，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何况如来正法纳百川剃度啊。这个就是禅师啊，这么极大的恶人也能宽恕他原谅他，你就知道所有大彻大悟的圣人跟凡夫是不一样的。然后讲了这三个典故故事，就说师父，我们真的做不到，而且做不到你才坐在我的前面吗？还做得到你就摆在中间吃水果了，当然做不到啊。说要慢慢的学，慢慢的学，慢慢的来。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之所以来新加坡演讲，除了赞叹新加坡的僧俗对我真的推崇跟认同，我真的特别感谢慧雄大和尚，他了不起。哎，我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人家供养他的钱他完全不收，立刻就说来供养慧立法师，他完全一个红包他都不收。这个动作我真是喜欢，因为我印楞严经啊也切全了、啊、哎，所以我对慧雄法师赞叹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人了不起。所以我应慧雄法师的邀请，再度能够踏上啊贵宝国新加坡，真的是慧雄法师的功德，谢谢慧雄大和尚。接下来要讲一个更精彩的故事啊，精彩的故事啊。好，我们今天讲第四个故事，叫做禅海大师。嘿，这个人了不起，这禅海大师禅海禅师是位西武，他的爸爸中国人讲叫做剑道，很强了，日本人讲叫做武士，武士啊，哎，
天巴拉，那武士道，啊，之子啊，他所以从小他武士道，啊，就是这个剑道非常强。在他还没有出家以前呢，啊，就讲他也是放荡不拘啊。这个要没出家也会很惨的、啊。禅海大师有一次旅行到人口聚集的村庄，因为他的武功很强，刀法、剑法都是一流的。结果在那里呀、啊，做了大官的保镖，那保镖叫做侍从啊，就是站在大官的旁边呢、啊，佩刀保护着。嗯，我这几天没有看到我的侍者佩刀。嗯，没有。因为佩刀很快就送到新加坡警察局，啊，后来因为他太有才干了，他跟他这个大官呢、啊，这个太太啊，今天看，明天看，他又是年轻，又是帅气，又是剑道，哎呀，这个太太，今天呢、啊，看一下。明天泡一下媚眼，勾一下，在一个礼拜后眨眨眼睛，做个信号。哎，这后来啊，就发生的特别的事情。这个大官的太太啊，太欣赏这个禅海大师，因为他还没有出家前呢、啊。不叫禅海了，哎，两个人就纸包不住火了，打得火热啊，哎，所以我们说欲望如火，欲望如火呀，哎，终于被发现了。哦，他这个长官也是剑道很强的，两个人砍杀起来了。为了这个女人呢、啊，哎，结果两个就杀起来了，长官跟侍者就保镖就干起来了。经过一阵厮杀，哎，禅海还没有出家前是个武士，他真的是不小心，他知道自己做错事，可是。没有勇气求忏悔。再说他的太太一直缠着这个禅师啊，这是以前俗家了啊，还没出家前呢、啊、因此他在智慧当中就杀了这位领导，叫做大官了，就砍死他了。完了，这砍死他的不得了，这大官的旁边呢，这些剑客这些也要寻仇啊，因此啊，就跟这位大官的太太逃之夭夭啊，两个人就叫亡命天涯啊。他们两个啊，由于他以前是个保镖，跟这个太太逃出来以后没有一技之长，他只会耍刀，没有一技之长。后来呀、啊，就堕落变成贼呀、啊，肚子饿了。哎，我们常讲饱饭呐、啊，而知廉耻。一个人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廉耻呢？偷啊，做贼了。后来这个女的，就是这个大官的太太啊，更糟糕。贪婪无厌呐、啊，偷了一次，就鼓励他：“你再去偷啊，这点钱怎么够呢？”一次
又一次，又养活他的贪婪的心，他的内心变成了恶魔，变成了恶鬼，贪得无厌。后来这个武士啊，两个人啊，失去了新鲜感了，是不是？女人三部曲啊，就是这样子。谈恋爱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没有你，我会死啊！”啊，第二句话，经过了十年，啊，经过了十年，啊，有你，快被你气死。第二句话，孩子也生了，也没什么新鲜感。以前呢、拼命的追求，现在呀、没有什么神秘感，没有什么新鲜感，通通没有。最后一句啊，吵的这个武士跟这个大官的太太吵到不可开交。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死？这第三句话，后来没办法，这个女的一直缠着这个武士，使得这个武士厌烦透顶。接着就说，以前你当大官的太太，为什么我看你这么有气质，这么迷人啊，眼看像一朵花，现在近看像苦瓜，怎么会差这么多？厌恶透底了。因此啊，男的要离开，女的不要。后来这武士半夜包袱一捡，走人，走为上策，终于离开他了。远至啊，很远，怕他追到，因此剃度出家，做了一名云游僧。他一直在思维：生从何来？死往哪里去？人生的终点归依处在哪里？要大官，皇帝最大；要有钱。人家现在讲了几百个亿，对不对？哎，像阿里巴巴，那钱花不完的，是不是？几百个亿，用现在的语言就是这么说吧。人为什么会活得如此的纠结、痛苦，何以这么贪婪女色？后来又被女色惊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出家以后一直在思维，是后来体悟到了，原来就是无明在作祟。没有智慧叫做无明啊，就是无知在作祟。所谓无知，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叫做无知。什么叫做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啦。什么叫做无明？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无明，叫做无明。所以哦，如果说啊，你今天讲那个说，哎呀，佛法是迷信，佛法是消极的宗教，你真是无知哦。佛教是理性的宗教，佛法是智慧的宗教，佛法是包容的宗教，佛法是平等的宗教，佛法是解脱的宗教，这跟你想的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够客观，主观跟客观，你也很客观。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 first time 第一次来参加佛学讲座，我衷心的祝福你解脱，希望你用很客观的态度接触佛法。
你进来以后学的方法不好再离开也不迟啊。所以第一个步骤先互相尊重，先互相尊重。嗯，今天听师父这样讲还真有几分道理。真的，我正在找人生的依归处，就是找不着。嘿，后来啊，这个禅海大师啊体悟了圣道以后，他为了弥补自己的罪恶，就下定决心了，要在有生之年呢完成一件大事。他知道有一条道路是在悬崖上面，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非常的危险的，一年总得要死好几十个，风一吹就掉落悬崖，又是必经之路，没有第二条路，为了生活所需，现实所需，你又必须通过这条路，通过山，通过悬崖。所以他知道某处有个悬崖，有一条非常危险的路，已经使不少人招来死伤灾难，因此他下定决心，下面挖了一条隧道，就不必爬到山上去，我从这中间挖一条隧道。在这诸位啊，几百年前挖这个隧道那么简单吗？现在这个凿石机器，大型的转盘，转盘一转就通了。马来西亚那个隧道，那个隧道啊，平常公路可以使用啊，下大雨淹水的时候禁止停车啊，水涨高的时候，涨起来的时候排出去，所有用监视啊，监视器监视着看他们的排水，结果工人特别好，就是用大型的机器凿进去的。现在的技术简单，现在的技术啊，这个机器简单，百年前那种机器可不是现在哦。为了走这条路险矮，死了非常多。禅海大师已经对人生宇宙有所体悟，要做出贡献啊，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挖一条隧道。他白天起时，晚上啊就开始挖隧道，自己一个人，没有机器啊，哎，自己一个人，一天又一天啊，啊，时光飞逝啊，一年又一年，岁月如梭，哎，经过了30年，这条宽30米、高20米、长2000、280米的隧道，你看挖三十年了，终于快挖通了。在这个工作快完成前呢，2年了，这个大官的儿子啊，已经是一名精于剑道的高手，他一路要来寻仇，终于找到了禅海大师。禅海大师是个解脱啊，体悟圣道的人，刀子拿起来要砍他的头啊，禅师就把头伸出来说，这是我自己造的恶业，我不小心砍死你爸爸，跟你妈妈私奔，我罪过无量，今天我愿意弥补我的罪过，也很乐意的心甘情愿的把生命献给你，这是你应该得的。就把脖子伸长，武士道说，他和儿子，大官的儿子就说，这世间没看过这么解脱的人，平常要砍人家的头是跪地求饶哦，
你要原谅我，我大有爸爸妈妈，下有老几个老小要养，不是，这禅师就是千钧一发之际，他说，大官的儿子就说，拿起武士刀，你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他说，我能讲两句吗？行，在你死前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讲两句。武士刀拿起来说，他说，我呀，希望你让我完成一件事情，一件善事，只要把这个隧道让我打通了，因为大概要两年的时间，我已经工作了28年了。28 years old is very, very long time， 很长很长的时间。Last 2 years, please。好，这个大官的儿子，他说，我看人无数，没看过这么勇敢的人，还心甘情愿的把生命交给我，我就信你这么一次，你了不起，完全没有任何的畏惧啊。这就是佛法所讲的，阿含经所讲的，说佛弟子们一生死当中千万不要忘记佛陀的教训，以极端的痛苦啊委屈之际，千万不要忘记佛陀的信诀啊，以无量痛苦逼迫，千万不要忘记佛陀的信诀，生死本来就如幻，有生必定有死，唯有进入不生不死，才能证得永恒的法身慧命。好，这个大官的儿子就说，武士刀收起来，好，我看你这么的勇敢，就信你一次。哎，他说，谢谢你的宽恕，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完成这辈子啊这么重大的善事。因此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个月过一个月，他继续挖，一起去挖，长海大师还是不断的挖，找到这个手完全破皮流血，绑起来再找啊，有时候不小心石头扎下来腿断掉，绑起来再找。这大官的儿子啊，因为闲着无聊，这禅师也没拿刀，我身上随时有武士刀可以结束他的生命，他一点反抗都没有，因为闲来无事，那就没关系，我就帮你挖，我比较快取你的生命。哎，然后禅师跟他讲，通了，快通了，快通了，来，大家努力啊。然后两个人呢，经过了1年，哇，这个禅师啊，挖到整个脸，30年前年轻俊俏，30年后啊，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一副老态龙钟，从年轻挖到老。后来这个大官的儿子啊，由衷的钦佩起长海大师，这世界上是什么力量给你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和性格来，麻烦禅师你开示一下。哎，以前要取他的性命，现在请他开示啊。他说，就是如来的正法。这个世间看开了，因缘所生，缘起法如梦幻泡影，人生啊难免一死啊，
使得解脱，使得干净利落啊，使得超越这个色身，使得法身慧命是活着咯啊。因此最后把那条隧道挖通了，终于挖通了，挖通了。有一天跟大官的儿子说，你等一下，我去见佛了啊，你等一下。他说你要去哪里见佛啊？我要去见佛，我先洗个澡，我见佛要清净嘛，先洗个澡，烧个檀香，那就洗个澡，烧个檀香，佛前，那就把头伸出去。我承诺你，两年后答应你要结束我的生命。出家人信守诺言，一言九鼎。我现在履行你的诺言，我很乐意死在你的刀下，你也好为父亲报仇。我跟你妈妈，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我衷心的忏悔。啊，你看我30年来，无时无刻不对自己的行为，错误的行为，我真的掉过眼泪。我是如此的愚痴，做了这么大重大的错事，来，结束我的生命吧，谢谢你。这个武士啊，大官的儿子武士刀拿起来，发抖，发抖。他说：“我可能一辈子从来没发抖过的。”后来这武士刀啊，放下来，跪下来。他说：“我怎么能够忍心砍下我自己老师的头？”你让我太感动了。这位年轻人边念边哭，所以与其让人家怕你，不如让人家尊敬你。诸位，今天来做一个结论，不管你这辈子干了多少的杀生、偷盗、吸淫、妄语、饮酒，以前可以说是醉生梦死，今天你听到的如来的正法，你中第一特奖，中第一特奖。世间人的中第一特奖是钱呢，你中第一特奖不一样啊！你将来，你现在发大菩提心，好好的求忏悔，不管你以前做多少的恶业，如来佛陀一定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早日觉醒吧！好好的求忏悔，好。我们的故事告了一个段落，今天留下一点时间告诉诸位，如何能够得到安详、快乐跟解脱。底下揭露《法华经》，揭露《法华经》。我们说开会的楞严呢，成佛的法华。啊，富贵的华严呢？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讲的一句话。成佛的法华，那我们从里面呢？因为时间太短了，我们只能截录一段。要怎么样能够安享过快乐的日子？你必须安住于菩萨行处，还有清净处。行处，走入那个行，清净，所以你要清净善知识，那个清净呢？菩萨行处怎么个行法？就是你应当有什么作为，你应当
有什么行为，你应当如何来造作来修行。行处就是菩萨如何去修行，第一要柔软心，还有忍辱的心。柔软心，柔软腰，柔软语，能忍辱。对着诸位啊，我们人死了往生以后，你注意看看，那些平常肯做善事的，肯念佛求生净土的，肯听经闻法的，肯牺牲做功德的，肯布施的，心存善念，你想想看，他往生以后全身都是柔软。就像我爸爸每天来念往生咒啊，不停地往生，不停地念往生咒，念了30万遍，每天念几万声的佛号。还有我妈妈也是，爸爸往生全身都是柔软的，要换衣服啊还要4-5个人呢、架起来，因为太软了，好像没骨头。我妈妈往生了一天念30000声的佛号啊，尤其我妈对出家人特别的恭敬，特别的恭敬，也绝不讲出家人的过失啊，敬佛敬法敬身。我妈妈就是有这个好处，看到出家人一律顶礼，她非常敬重这个僧宝，非常敬重这个僧宝。我妈往生以后面貌如生了、几个小时以后头顶都是热的，柔软心。所以我们今天能简单讲这个对大家很重要，柔软心，柔软腰，要柔软语，要安慰众生，讲好话，鼓励的话。第二，菩萨的行处心不惊怖。为什么人不惊怖？菩萨一境界无所求，有所求就会惊怖，患得患失就会惊怖。接下来，菩萨观诸法如实之相，都是空相，所以菩萨的心不执着外境为真实。菩萨的行处是对于诸法都无所求，无所惧，无所行。诸法本质空寂，菩萨了解诸法如幻，空无自性，缘起刹那生刹那灭，缘起空无自性，都无所求，无所得，无所行，也无所惧。简单讲，菩萨不行能所自性，能言的妄心，所缘的妄境，都空无自性。菩萨不行分别相对之相，菩萨绝不住着任何一相，知道万法都是生灭之相，万法都是败坏之相，绝不执着万法的假相。比如说执着男相，执着女，执着有，执着无，菩萨不行见闻皆知的六根妄心。菩萨一境界诸法都无所求无所得，是故菩萨没有颠倒，心不惊怖。这是菩萨行处，菩萨的清净处。诸位啊，这个特别的重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必须3种条件。一，要亲近大善知识，在《楞严经》讲要亲近大彻大悟圣善知识，第一。第二，要有好的环境。如果你亲近了
恶知恶见，邪知邪见，坏佛的正见就很麻烦了，会断了你的法身慧命。就问题是你不知道他是错的，这个难就难在地方，刚刚初学佛法的人真的没有能力去分辨什么是圣善之事，什么是正知正见正法，什么是恶知恶见邪见，邪知邪见邪恶之法，初学佛法分不清楚的。你到那边，哎，他对我很好啊，啊，一次就他对他所讲的法绝对的相信，对他所做所谓的行为举止认为他是对的，这是感情胜过理性啊。我们要把感性回归到理性，就是圣人了。抛弃理性，完全用感性，这是凡夫啊，这是凡夫。所以你亲近的地方特别重要。这第二个，一要圣善之事，二要有好的环境，好的环境。第三，要自觉能力很强，就是自己觉悟。简单讲，要是一块料子啊。孔子讲朽木不可雕啊，哎，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也就是说，要修行，虽然有大善之事，有好的环境，可是这个根气太烂了，太糟糕了，不是造了一个沟，是造了两三个沟。那你说有大善知识也没用啊，有好的环境也没有用啊，这就是儒家讲的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所以决定不可以亲近，尤其是修行人啊，不要亲近皇宫贵族，除非你有特殊的立场、特殊的啊状况，不可以亲近邪魔外道，不可以亲近世俗法。世俗法就是生灭法，哎，所以这是所谓生灭法。你说佛法，对。要了解生生灭灭的啊，我们今天啊来到这个新加坡，他们就要跳这个天女或者是佛舞，这八世田中是清净的，它是清净的，它是一种艺术，它是佛教在八世田中落入好的种子。所以我们要为这次的表演艺术的小朋友给他大大的鼓励，谢谢他们。好，比如说世间呢，那就不一样了。好，像 Michael Jackson 他跳那个啊，又是前进又是后退的啊，那个舞是不是啊，哎，还有英国的哎合唱团很有名的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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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lah Every day and anytime singing a song。 好，常常唱唱歌，对不对？哎，好，你今天听了一天的音乐，整个晚上好了，从白天三选 evening or midnight until tomorrow morning 如果白天晚上一直唱歌跳舞，你得到什么？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这当然也是一种健康的娱乐，佛法不一样哦。
他们唱歌以后，好，对，经过一年，歌词换了，哪一位？长江后浪推前浪，老歌星各个死了，啊，然后下一代又起来，像台上台湾邓丽君，哦，那个红遍东南亚，那个声音无人能比，声音无人能比，啊。所以在台湾呢、啊，你随时到大街小巷，小城故事多，春暖喜和乐。好，唱了整天整夜，小城故事，啊，好，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啊啊！就唱唱唱唱了，好，听了以后很动听，百年难得，对，这个歌喉。那到今天，是不是？当然，他也不是算坏事，好，他有他的粉丝，就是英文讲的 ，and。说话你又如何呢？是不是？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要了解世间有种种的娱乐，我们都支持正常，佛法可不是一般。今天哪一句话你听得进去，哪一个故事典故你能契入，你一辈子终身受用，能得大自在大解脱。接下来菩萨不应亲近世俗法，或者是著书立作跟生死没有关系的。接下来菩萨不应亲近恶答恶问，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来挑战佛法，那么菩萨应当保持沉默。啊，这些就讲了一句话，你绝对无法降服那些心不想被降服的人，他来到你面前，心已经有准备了，你绝对没有办法降服那些心不想被降服的人，讲得再多也没有用。所以有时候要等待时空。第一，度众生有三种情形：用语言文字能度众生；二，用德性能度众生；三，必须用耐性等待因缘。不是每一个众生都能听经闻法，就会给你感动，就会心服口服的。有的众生的心是我执我见，是很重的。我们不要去批评他，啊，他有自己的看法。佛法是尊重的，互相尊重的。接下来，我们不要去亲近那些穷凶恶极的人。我看看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我们也不要去亲近神秘鬼怪，我们也不要去狩猎杀生。以上都是我们不应当去的地方。比丘说法于心无所希求，简单讲，如果有人上台讲经说法，包括在家居士，在座诸位，在家居士是可以说法的。在家居士哪一种情形是可以说法的？一，受菩萨戒；二，持戒精严；三，经过大和尚、大法师的认同、肯定，肯定他是可以说法的。不是居士不能说法的，
啊，但是说法要以比丘说法为主，如果比丘不能说法，居士说法，那么合掌问讯就可以不顶礼，因为比丘有袈裟、福田衣、佛制的戒律，身不礼俗，身不礼俗，所以大居士成就的也有啊，对佛教影响也很大。我们对受菩萨戒、有修有证，或者是发大菩提心的大居士们，也是抱以无比的推崇跟尊敬的啊。像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啊，是不是？像大陆赵普老，都是我们很尊敬的大居士。当然还有包括新加坡这些大居士，只要你为正法，都对啊，都是好事啊。接下来，说法者包括比丘或者居士，心无所希求。《法华经》特别交代比丘一句话，比所有的法师一定要记住，比丘对你能说法要保持距离，说法要保持庄重，比丘说法对你众不生预想，绝对没有染污意，没有染污的心，一心一意只想救众生，修摄其心。所以比丘说法应当收敛自己，应当用清净心说法，尤其对女众说法必须要庄重啊，心不生任何的欲望，一心一意只想帮助他解脱。接下来《法华经》说，观一切法如幻，体性本空，一切法本来就没有名字，一切法都是无相，就用今天的科学来讲也是这样啊，斯蒂芬霍金也是这样，那个宇宙的大爆炸理论跟黑洞是二十一世纪最夯的啊的这个话题。斯蒂芬霍金就告诉我们，斯蒂芬霍金告诉我们，宇宙的大爆炸最初是个指点，现在我们来讲《金刚经》讲菩萨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要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山河大地，因为它是颗粒微尘，只是能量的转换了，能量的冷冻叫做物质，能量的生法就是啊，就是所谓的啊，气体啊，是气体，或者是这些宇宙当中，遍满宇宙当中一股能力能量。不要说地球不存在了，四十六亿年前的地球，太阳系一百二十亿也不存在。不要说太阳系不存在，银河系也不存在。从斯蒂芬霍金的理论，整个宇宙大爆炸前就是这个一个指点。所以在斯蒂芬霍金他的理论，一切法本来没有所谓的名字啊，就像佛陀所讲也无所谓的名相，名相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观一切法无名也无相啊。台湾你打开这个电视，两个主题，两个主题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的问题，要 Polar Bear Polar Bear 北极熊的问题，打开电视都在谈这两个问题 Global Warming Polar Bear 北极熊，每天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这个地球所能承受的是两度 C 啊，
两度西啊，两度西以后啊，那么这些冰河啊涌动啊，冰河开始融化啊，海平面会上升多少，所以就靠大家啊努力了。所以法国这次啊全球气候的啊一个公约，两度西是极限。现在圣婴现象就是这样子啊，沙漠地址下大雨，该下大雨的地方变成沙漠，就变成这样子。这地球啊已经生病了，生病了。所以大家啊要祈祷，要好好的啊为这个地球做出贡献。接下来啊，那么无一切妄想，因为观一切法空，无名无相，无一切妄想，清净自性，非生非灭，本来的般若智慧之心，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令心纵横自在，无障无碍。因为我们不了解万法众缘所生，不了解缘起性空为识所现的道理，不知道啊，只要是因缘生的，条件所生的，它就是空的，就是空的啊。所以众生不了解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惩罚，是一种惩罚。因此起颠倒见，执着这个地球这个境界以为是真实的。所以如来啊，在这经典里面的弟子们就问，这如来因何众生过痛苦的日子，理由何在？如来回答，因为众生着境以为死，把这个虚幻如梦幻泡影的世间看作是永远的真实，不知道啊生死无常啊立刻就会降临，因此啊拼命的追求，那怎么会不痛苦呢？所以着境以为死，念念贪嗔痴，念念贪嗔痴，而有种种生灭的妄想，这是第二清净处。不应当清净什么？不应当清净什么？应当清净大善之事，清净好的道场，正知正见的道场。应当清净善良的人，应当清净同参道友，能鼓励你修行的大好人。接下来第二种安详快乐之心，法华经说，如何能让我们内心充满安详跟快乐的日子？不可以轻慢其他的法师，任何一个法师，任何一部经典，一定要尊重法师，尊重八大宗派，包括小圣俱舍跟诚实，应该讲是十大宗派。十大宗派共一颗佛的心，十大宗派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究竟之处完全平等。分别是众生的妄想在自己在分别，如来岂有分别啊？无量的善巧方便都回归到究竟不生不灭的大般涅槃。所以修行人不可以轻慢任何一位法师，不可以轻慢任何一间道场，不可以轻慢任何一本经典。这是要诸位一定要摄受自己的心。有人讲这部经典就骂其他所有的经典，哦，这个是罪过很重的。佛陀是因为众生根基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法，究竟之处是一样的。所以啊，慧有慢慢的开，一身空无分别慧，二法空无分别慧，三具空叫做空空无分别慧。这讲起来真的很深，这是成唯识论讲的般若有三种，一身空无应本空无分别慧，众生本来就空，二
万法本空，无分别会；三，空空无分别会。说真的，所以我说在这么简短的时间啊，真的很难。接下来不可以说是重过，出家也好，在家也好，都是佛陀的好弟子。如果对方有缺点，给一点时间，给一点空间，慢慢的教化，用一点耐性，用一点善巧方便，慢慢的指导，不可说是，不可说非，不能说长短方言好坏等等。为什么？你想得到安详的心，快乐的心，一定要这么找。心无厌无悔，对业力所现的痛苦绝对接受，直下无心便是道。心无厌无悔，因为我们人是随业力而来的嘛，不是菩萨，菩萨是随愿力而来的嘛。对听法的人要顺从他的意，有的人真的佛法不懂，又来忤逆申报，忤逆申报。有一天呢、啊，我文殊讲堂来了一个外道，讲话非常不客气，说：“慧律法师，连一句问候都没有，合掌也没有，啊，那是我们行菩萨道、发菩提心的，也不记恨。”开口劈头，没有任何的礼貌，就问慧律法师：“我看你没有什么能耐呀、啊，很没礼貌。”我就说：“你讲对了，我确实没有什么能耐，我肚子饿了就吃饭，累了就去睡觉，哪有什么能耐呢？”他说：“那你比不上我师父，我师父是有大神通，很有能耐的。”慧律法师：“你有什么大神通吗？”没有，我把烦恼弄通就是我个人的大神通。没有那个什么，我很平凡嘛。他说：“那你比不上我师父。”哎，我师父啊，这讲话美国的人都可以听得到。我说：“那用电话也行啊，是不是？我也不是被唬打的，是不是？我在这里讲，美国也听得到啊。”Hello， 摩西摩西，哎，我在科西，慧律法师的事，对不对？哎，佛教啊，很可怕的，这外道的骄傲狂妄，说慧律法师，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是跟他讲。谦虚是智慧的开始，希望啊能够懂得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呢、啊。我们常讲 ，knowledge is power and wisdom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智慧就是力量啊。希望你能受益。我跟他问心合掌，他的态度很傲慢，哼，嗯。哎，我当然也是不会说，做法师不能这样子的。哎，你，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我们没辙，是不是？我还是对他很好的，不轻慢出血，不轻慢外道的啊。还有的人，有人来难问，用小圣法来难问，问难。变来变去，那么修行菩萨道的人应当以大圣而为解脱，因为小圣法某些所谈的啊，照见无因皆空很好，那么以四大啊为空，在楞伽经讲啊，楞伽经讲还有楞严经，小圣大圣的分水岭是小圣以地水火风为真实的，也就是说小圣认为这个宇宙当中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他们认同这一点，在楞伽在楞严经讲，那
地水火风空无自性，不可说有，也不可说无。若说有，即朝常见，变成外道；若说无，即朝断见，名为断灭见的外道。所以我说佛法很深，再讲下去就没完没了，只好点到为止啊，让一切众生得佛智。第三，怎么能够让众生快乐安详呢？啊，不可以轻慢这些众生，不可以求一直去寻找众生的缺点，不求其长短，也就是不要去找众生的毛病。那你找众生的毛病，众生都有缺点，来了以后你好像装作很，我知道你的缺点很多，劈头就讲，一直讲，那众生会远离你啊。我也没有这样子，你一直说这是我的缺点，这会动断众生法身慧命的。所以对示众法，对出家在家示众，应当不要求其长短，这样会断众生的法身慧命啊。那么示众有来求三圣法，小圣、中圣、大圣的，如果你有能力去精通佛法，无得脑知，不可以恼害他，也不得细论诸法而有所增进。意思就是说，讲到最后两个就杠起来，讲的脖子这么粗。六祖就讲真语言，这个真、啊、一个是斗争的真，不加语言，斗争的真是斗气的意思，胜负的意思。争论的争加一个言部，是说思想上看法不一样，而且言论上的支持，这个叫做早已我执我见，法执法见，空执空见。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佛陀说呀，众生的妄想业力习性，会变成人生的大不幸。人生之所以不幸，是因为有妄想，强大的惯性意识，所以我们活得煎熬痛苦，很累。很多人跑去自杀，很多人跑去自杀。所以啊，不可用争论的心把佛法变成一种戏论、对杠、辩论，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台湾呢，也有一些居士团体就写信来啊，骂或者是某些团体啊，批评师父慧律法师的啊，批评我，我都谦虚的、虚心的改进，但是我一定不会啊回答，因为六祖讲啊，真以道相违啊，你都已经觉得你这样是对的了，心不想被征服，心不想被说服，辩论有用吗？对不对？倒不如早上起来喝，好好的喝一杯咖啡。咖啡是不是、啊、晚上大家一夜好眠，争论这个没有意思。接下来怎么样可以得到安乐快安详快乐之行呢？与众生起大悲想，与如来起慈父想，与菩萨起大思想。记得与众生起大悲想，众生是让你救的，不是让你恨的。以如来其大慈父想，为佛是我们的慈父。以菩萨其大思想，说一切法必须随顺不生不灭的真如无相究竟大不涅槃之法，不可以用妄想说法。说究竟法平等，平等心说法，无量的善巧方便，善以比喻，不多不少，
对方虽然深爱佛法，不应当说，也不多说，说法必须恰到好处。若因缘根气不具足，多说无益。接下来，如何能令众生安详快乐呢？于在家出家人生大慈心，出家不一定立刻就断烦恼，要救出家人也要做在家居士。于非菩萨人中，就是根气不够的外道，要同情他，要怜悯他，不要跟他对杠，不要搞到后来啊，惹上杀身之祸呀。诸位，狂热的宗教分子，你得罪了狂热的宗教分子，会有杀身之祸的。我们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应怜悯众生，施大利益。这辈子没得闻如来的正法，是人生宇宙当中的真理的如来正法，一切众生大损失，大大的损失。因为众生善根福德，福德因缘不具足，对如来方便说法不闻不知不觉，从来也不知道要怎么问，没有信心，也不理解，不闻不知不觉，不问不信不解，所以众生可怜。虽然那个人对这个经典不能问，没有信心，也不解佛的真实意，但是我们行菩萨道，当发菩提心，给个机会。所以要发如此大愿：若我得无上菩提时，必以神通智慧力引导之，令其得住啊如来的正法，慢慢的见之解脱一切痛苦，究竟成佛。所以证得大般涅槃，成就无上佛道，我们的佛性就会显露。如是的佛性啊，就得到七种受用。我们时间到了，哎，对不对啊？ 9:45 time up， 9:45啊。我也怕这个，哎，这个我们慧雄大和尚啊，压力太大，我一直讲，他就一直看表，还不下来，还不下来，这搞什么东东啊？我怕你老人家压力太大，所以啊，我准时了，45分了，是不是啊？明天要不要来？自我鼓励一下。太小声了，没听到。嗯，好，我们把现场交给慧雄大和尚。好，请大家起立。合掌，我们跟随长老念回向。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底下我来念：消灾在座诸位高僧大德，消灾在座诸位比丘比丘尼，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以及发大心的义工，消灾在座诸位出钱出力以及设立的啊种种牌位，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好， See you tomorrow night， 再见。礼谢长老。
大家合掌，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